位于竹竹溪南岸的双龙部落，就位在双龙河街上。双龙桥啊，是唯一对外的桥梁。在前往这个独立的部落之前，先听我的长辈达玛比玛邀请我来双龙部落听什么样的部落的声音。啊，这波龙安都比玛啊，哈南达吉西安啊，都伊提三啊，都布尼提三米比翁啊，都布南南都布拉库里基啊，就你那嘛伊那嘛布拉库里基啊啊，都maning da batanum maktu sipuka di pau tu iskan musyutu maktu amin saudan ni sang lap puspus asi di pau tu sang lap angkas masyal konun mastan tu masyal konun biung 我是达玛比玛的儿子 Sao 啊，我们邀请你来到我们的部落来听部落的声音。那我们的部落的声音就是风牧的时候会唱的一首诗歌，诗歌的歌名叫做跟随主。Boom， 过几天我就要封牧了，欢迎你来参加我的封牧哦。哇，哪一条啊？这么多岔路啊，就这条了。哎呀，哇，又是上坡，双龙部落的路也是很陡峭啊。哇，怪不得你们的小腿也是蛮细的。超细的啊，不过还有碰到你们。不然我刚一直到哦，不知道达玛比玛的家在哪里啊？对啊，不用，还有你遇到我们。对呀、啊，因为这边的路很多岔路啊。对啊，你们都在部落都穿那么漂亮哦？没有了，因为我们今天要参加那个扫星期的封牧。啊，我也要参加那个。哦，你今天要参加吗？升格为牧师嘛，对不对？对啊，对对对。好好，哎，对了，部落的声音就是封牧的诗歌嘛。对。好好好，那带我去。好。达玛比玛的家。哇。就快到了这边。哇，好喘啊。这边是不是？对啊，又短。哎！哇，谢谢你！哇，原来有两个美女跟着才会那么慢，没有错。我以为附近有没有什么不良场所？怎么会有两颗啊？辣妹啊！我也说是你跑到别的村呐、啊，真的是你走错家。哎呀，恭喜你，恭喜你，对呀，父母对不对？嗯。